在我们这行常年累月在一起，睡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上班在一起，都有感情的，好像就是一家人，就是亲兄弟一样。有时候像天气恶劣的，忽然下雨的时候，我就要跟兄弟们讲一下，下塔的时候慢一点，一点都别慌，我们在下面等着你的，你们不下来，我们不能下班。不管他是小还是老，平平安安出来，都要平平安安的带回家。 把这个塔架起来，说一句夸大的话，还是感觉到自己挺伟大的，挺能干的，挺了不起的。自己能为国家出一点力，我们还是感觉到挺自豪。为国家自豪，为自己自豪。 所有干过这个线路以后，那些足迹我都去旅游一遍，看一遍，也去看看之前那些地方改变了没有，生活过好了没有，电通上了没有。